上周，勇士们为守护小姐姐拼尽全力。今天，异世界的勇士们将接受学院特工黄明昊的特殊任务。我将指定三个人成为潜伏的特工。黄明昊已经为勇士们匹配组队，一场关于侦察与反侦察能力的勇气试炼即将展开。这个也太大了吧！这个尔虞我诈的感觉。小海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你是不是？我不是。不许动！你俩完了，已经。走我们前面。你走前面吧。凭什么？说你走前面就走前面。三张小时候的照片，三位就是特工。哎，这算什么线索？这是谁呀、啊？手机上面了。走，护着点草。天哪，张翰。张翰，你已经开打我了吗？远程攻击张翰。勇者无畏放肆拍，本节目由开启 AI 智能拍摄新境界的三星手机联合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原来还能这么玩的合作伙伴荒野行动赞助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全视角围观就是精彩。欢迎来到三星勇敢的世界。耶、yeah! yeah! oh! 欢迎来到勇敢的世界。我特别满意这次的分组。昨天啊，没有带程潇拿冠军，其实我是挺自责的。包括大勋，本来说好了守护女神，结果我俩淘汰女神，自己战斗到最后。结果今天还给我这个机会。江江，这次让你继续自责，继续自责。哎呦，我们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，孤狼。子翼我现在挺害怕的，没想到现在变成敌对一方了。猛冲猛打，冲锋陷阵型，而且是盲打一员，就是那种就能中，太厉害了。你能看见我吗？看不到。我输了吗？啊，我已经被击倒了，厉害！对呀、啊，这两个太强了。身高站出来好像要吓唬人一样，叫你们好看。怎么样？我们团队也很厉害，我第一次跟泽仁一对。我会连累你的，我感觉。你不会连累我，他才连累我。你误会了。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勋一对，大勋。为什么？就因为大勋他是最弱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谁说的？你的表现为什么让他觉得你是最弱的？对，他可能思路脑袋可能各方面的霸道总裁，就是他说完之后，你让你没法反驳他。哎，副总，把他开了啊！副总哪位是？开了。各位勇士们，这次我为你们带来了勇者学院的升级任务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，烦呐！大成怪，好难得看他很正经哦，他平常都很不正经。在你们九个人中，我将指定三个人成为潜伏的特工。特工，潜伏特工。为了训练大家的侦察与反侦察能力，我特意邀请了著名的微表情专家季宇老师来传授技能。欢迎！啊，欢迎！啊，大家好！老师好！老师好！我是微表情分析师季宇。因为今天啊，咱们的主题是侦察与反侦察，我带来了一个实验，
验证微表情它的奥妙之处。好，实验的名字呢叫谁动了我的趣多多。勇士们自选一人吃趣多多，并拿取红色扑克，其余未吃趣多多的勇士拿取黑色扑克。老师通过微表情分析勇士中到底是谁吃了趣多多。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反着眼，反着眼。请大勋先上前一步。好，你没有吃过，没有吃过。啊，什么什么？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吃的是趣多多。连想吃什么都想不出来。对啊。西瓜，西瓜。嗯，水果。那么饼干喜不喜欢吃？喜欢吃啊。看别人的饭。你刚才有没有吃？刚才没有吃啊。刚才没有吃，你确定吗？确定啊，确定啊。好，他的所有的反应非常的坦诚，还稍微有一点的拘谨。那把你的黑牌交给我吧。把你的黑牌交给我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哦 ，nice！ 哇！老师这样用的是排除法。好，请你上前一步。好的。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？这个问题需要想很久吗？就有好多喜欢吃的东西在想。最喜欢吃什么？番茄炒蛋。加一点饼干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。你刚才有没有吃？没有，没有吃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实际上在我说加一点饼干的时候，他出现了一种厌恶的微表情。不好，那我故意的。实际上，你在说故意的时候，你露出了一个假笑。我一直假笑了，是假笑了。不能解释，不能解释，越解释懂越懂。可以把你的黑牌交给我吗？哇塞，好，啥都没做。哇，来之前，哇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一定不能让霍老师认识。不然看穿你们了。对啊。老师，你结婚了吗？你怎么问老师呀？我有一个男孩，我有一个儿子。这小孩也是不敢撒谎回家。敢撒谎，一回来那微表情，你进门的姿势，爸爸看出来你下午没去上课。因为你的脚步有泥，你的背部有动作，把儿子吓得要命。有请下一位。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，你刚才那个伸脖子的动作好像在隐藏一些什么，而且你看你把手完全放到后面。好，现在更暴露了你，我一说你就放在了前面。你这样，我刚才的话实际上是诱导你。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去隐藏的，那么你不会动。那么一旦我说出来之后你发生改变了，那很有可能你又在刻意的欺骗我。好的，请把你的黑牌交给我。哇，想一想，你刚才吃的时候是先迈的左腿还是先迈的右腿？左腿。你有吃过？没有。没有吃过，那你为什么要回答左腿呢？请把你的黑牌交给我。啊，我都没有听，一下就被收走了。哇塞！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好。我们正常人不会注意我迈了哪只腿，如果你能很快不加思索地说出来，说明你并没有吃。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。他挨个来。你咬嘴唇的动作说明你好像有一些紧张。你有没有吃？很不说话。你在一直看着我。你是看着我相信不相信你吗？
尊重你了。好的，你确认有没有吃？好的，好的，非常聪明。他不回答我，然后也尽量少做出表情，不让我捕捉到任何有用的线索。好的，请回。一会儿我继续来分析。待定，待定。哇，果然厉害啊，乔安姐。张翰，好。先来个地板动作，让老师摸不透你。吃过趣多多吗？从小吃。从小吃，刚才有没有吃过？没有，没有。你也可以骗我，没关系。我一直在骗你，我一直在骗你。你一直在骗我，可是你这个动作是一个自我表白的动作，恰恰告诉我，我没有骗你。请把你的红色的牌交给我。红色的牌。Oh my god！ 好嘞。恭喜您老师，恭喜您老师。Oh my god！ 非常厉害，太厉害了。今天呢，实际上我们学到了微表情的一些技术和方法，希望在你们后面的环节可以运用进去，好吧？对我们的生活也很有帮助。勇敢的世界，勇士们，请加油！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。通过学习，大家都掌握了一些新技能吧？现在，请勇士们跟我单独见面，我将告诉你们谁是我指定的特工哦。陈潇，身为看着我长大的人。Libro， 你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亲爱的杜江哥，初次见面的大勋哥，张兰心小姐姐，你的身份是？我觉得应该是两男一女的组合。杜江哥，我觉得他侦查能力很强。其实我个人不太喜欢卧底啊、特工啊这样的身份，背叛队友，我觉得有点，哎呀。下不去手，但是现在面临着背叛，有一些紧张。我的身份是，所以我本期的身份是，我们会最快速度。所以我本期的身份是，为什么刚刚张翰停这么久？我想要的身份是。潜伏特工，潜伏特工。我想要普通人的身份，因为我不喜欢背负很重的任务，我很担心。师傅，杨迪哥，恭喜你成为被我选中的特工。大家好，我本期的身份是潜伏特工。潜伏特工。哎哎，这一出戏，这第一个镜头来，看一下，观察他，一起观察他，挠头。你最爱吃的食物是什么？这个动作是一个自我表白的动作，恰恰告诉我，我没有骗你。所以张翰，贾斯汀刚才你说什么了？哎，闪烁了，闪烁的眼神。唱歌的眼神不对了。如果是潜伏特工的人，身体会发紧。哇，他放松了。哎，啊，这么快！哇，哎呦，不是，我怎么觉得就进去的都有点失望呢？出来，哎，进去的人都变得很奇怪耶。这些人怎么心情好像都不好了？如果没有什么身份，不至于。看他的脚啊，这种。我跟你们讲，每一个进去的人出来都会很不自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都在观察你，你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做一些东西。
我要演一下。里面热不热？不热。陈潇，过来来来来来来。你要观察我是吗？没有，问你问题吗？说什么了？没有说什么。他没说什么，你待。Jesslyn 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，他说。他没有跟我对话。能力怎么样？他没有跟我对话。如果是撒谎的人，他只说了三句话。啊。哪三句？怎么可能告诉你们？来了，你怎么进去那么久，子毅？为什么这么久？就问了一些问题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们也没有说是你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快说不是你？应该不是子怡，子怡，你如果给你这样身份，你愿意当吗？不愿意。你害怕？你容易穿帮是吧？对，容易穿帮。你从小不怎么说谎，也不是，就是说谎，比较容易表现出来，就是。他不是不爱说谎，他是不爱说话。热吗，娘娘？热。啊，它里面还有个人。对。我以为只有电视，还得跟你说半天。你这么围着我，谁知道出来的都会围着吗？对，江哥好轻松的表现。他说那个什么，我能力什么虽然挺强，然后呢，很长的路要走。暗号对上了。啊？暗号就对上了。你们听的，胖哥，你们听的不是这个。你的性格太明显了。我跟你一对这么久，今天你突然变得这么主动，跟大家每一个人过来攀谈，你的嫌疑太大了。每一个人出来，汉哥都跑过来对口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贾斯汀他在跟你对话的时候，他说他没有跟我对话，不是我，没有说是你啊，你为什么那么快说不是你？热吗，娘娘？热。恭喜你被我选中成为特工的一员，在接下来的考验中，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所在的队伍失败，让自己所在的队伍失败，注意好要隐藏自己哦。跳马对决规则，每位勇士根据跳过鞍马后的落脚位置判定得分，跳马过程中会有一台三星 Note 9高速连拍，做出黄明昊的指定任务，可获得五分加分。这个挑战，做出我同款的表情包可以加五分哦。划重点，要露出牙龈的微笑哦。加这些表情，我不参加了。我做得出来吗？考虑过我们的脸吗？烦人。咋露牙龈呢？哎，我笑的时候看不到牙龈怎么办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像吗？像吗？张翰来一下。我的表情包是最出名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来一个那个，回头一笑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不好意思说，你还来。对。我觉得腿长的先来打打样，好吧？你们队先谁去？你干嘛推我？你为什么先去？这太难了，你行不行啊？没试过，我不知道，有点怕的。大部分的脚，大部分。我来吧，我们来。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子毅给我们做个示范。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跟我的队友击一下掌。加油！我觉得他六七分没问题。子毅，别跳太远啊，你腿太长了，七分就可以了。别忘了表情，子毅。别忘了笑。对。
分，厉害。照片呢？照片什么样？你忘了表情了。下一个，杜老师。杜老师，七分。七分。杜江哥加油。这是我看到的杜江吗？很搞笑。这几分？完美落地，完美落地，很厉害了。哎，我心脏跳得好快哦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。加油，程潇！加油，加油！我可以的，加油！可以，好的，非常棒。哎，陈潇最不想发生的事情发生了。刘海不见了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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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给我来，不是，你要看上面那一张，不是这一张。哎，这张看看，不是啦，哇，好搞笑，好恐怖，它变成一个平行了，我的天哪，我去！下一队，你们先来吧。那我来吧。你别来了，泽仁。你别来了，泽仁。我试一下，看看。落地要小心一点，别勉强。安全为主。OK。哇哇哇！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别这么冲。哇！哇！啊！哇！有没有顿到？有没有脚？有没有怎样？脚没事吧？脚倒没事，但是这个上面的时候也滑，太吓人了！我刚才这样滑出去了。你起的太猛了。真的要每个人都做吗？这我真不行，我真不行。怎么办？汉哥，冲一冲还行，你相信我。你要不然你就撑一下。你要放弃吗，张翰？张翰，你是那种放弃的人吗？张翰，你相信我。我今天我就不是个男人了，怎么了？不能这么聊，不能这么聊。我们没有说不是男人这件事儿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自己决定。你有任务是不是？是不是有任务。你让我怂一次，你让我怂一次。我来吗？来，乔恩姐。乔恩姐，我绝对给你们拿到分数，放心，我蓝队队员们笑就得分。其实。你们都没有抓到这个游戏的重点，
重点就是要拍到笑容。boss 喊三二一，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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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二一。信不信我现在把你带走？很难做到往上看啊！就是这个东西还得在滞空，在空中上保持一个停留。来吧，大勋加油！表情啊！哇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他把垫子都跳破了，你看。零分吧，这得。笑容也有，你看看这笑的。啊！哇，你好厉害啊！谁敢说你是这里面最弱的？张翰，张翰说的。哥，你原来说过我是这里边最弱的。我怎么忘了？张翰，有种你过来啊！哎呦，我这个暴脾气！张翰，有种你过来啊！哎呦，我这个暴脾气！太高了，这个做的太高了，跳得过去吗？那么远？啊，不敢跳！先得五分，那我还得加点。快点，我帮你抓拍。好了。哎呦，可以。可以。磕着屁股了。我们已经赢了，其实。但他想再尝试更厉害。你还想尝试？还有别的惊喜嘞？像我那种吗？不是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。跳到七分应该使劲儿。踩准了那个弹跳的位置哈。试试看。加油。七分！啊，七分了！啊，你觉得这个他会给你分吗？我沾到水了吗？而且你这样的七分，你觉得好意思要吗？这样的七分你愿意要吗？我们作为队友的不好意思要，好意思要吗？你愿意要吗？队友的不好意思要。你愿意要吗？好意思要吗？你愿意要吗？队友不好意思要，好意思要吗？恭喜黄队、杨迪组，你们获得最终的胜利。你们将在
接下来的项目当中获得优先选择权。不是，现在我觉得他们的秘密任务在做吗？我觉得张翰假意装怂，整个环节没参与，我觉得是特工的一个任务，非常明显，因为他平时都很勇猛。哎，那我觉得其实杜江老师，我很努力了，或者是程潇，或者是程潇，因为你跳的时候原形毕露了，原形毕露了。你本来好好一个姑娘，一上去啊！水再猛一点！哇！来，再来一点！这腹肌不是白练的，哇，妈呀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哇，哇 ，Michael， 哇，酷的 bro， 哇。子怡，你录完我们这个节目两期，还有更多的女孩会喜欢你。我没接，老天不开眼，他弯腰。大师，快带走！我带走！三队勇士经过水盆对决的激烈比拼，最终成队获胜。他们将在终极试炼中获得5分钟的优先发育权。终极试炼前，勇士们还有最后一个机会，集中推理，找到疑似潜伏特工。我玩的现在啊，通过之前的两个环节，观察了一下大家，有一些人让我真的非常非常失望。说出他的名字。我其实觉得，喊出我的名字。所以大勋，你说出他的名字，杨迪嘛？哎，别叫我杨迪，我叫银狐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潜伏特工露出的样子，就是嘻嘻哈哈，假装没有那么镇定，然后让大家反而相信他不是。真的不是。啊。但是我是觉得他肯定是。那你自己是不是呢？我没有任何环节可以试。哟喂，如果你们觉得我是，一定要说出理由。首先我在我们队伍，他觉得我可以，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冤枉，莫大的冤枉。如果我想让我们这支队输掉的话，我没必要跳马。那些我各种卖命，我明明那么害怕，我没必要去拼。那你自己到底是不是？我当然不是啊，我说这么多当然不是啊。我自己本队我清彩的是大勋，我一直在观察他讲话，刚才那段字数从他开始说话就一直在整理袖子，可以看回放。在人焦虑和他紧张的时候会莫名其妙整理袖子，而且我当问杨迪我说是不是他的时候，他有直接跟我讲我不是。只有是说实话的人的时候才会用主语。他这段话放出来你就知道他有多傻了。哎，大勋，大勋继续说，继续说。大勋在解释什么？FBI 心理学里面讲的，这是书，大家可以看目录上有写。希望你说的是对的。你们两个不要让我为难好吗？自己玩吧。我上去就把张兰心打死，不管他是不是。他被张兰心给气的。但是我对魏大勋就还好，而且真的有点重点怀疑兰心。一直想要把我们队搞乱的那种感觉，一直挑刺儿，一直挑刺儿，疯狂挑刺儿，
就一会儿说说我，一会儿说大勋。最后有一个地方，他说我踢他的那个盆，我真的没有踢。你踢我盆，你别踢我！不是，杨迪，你别踢我盆！别翻！杨迪，你踢我盆！我没踢，我没踢。这蓝心姐其实自己把水倒出去了。对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。还有。然后他说是杨迪踢的。他高喊杨迪，因为大家要注意那个。接水的好办法可是杨迪想出来的。我一直觉得蓝心的个人能力应该是超过他跳马的实际水平的。他不光做动作做得一般，还表现出了不应该有的害怕。虽然那个跳马确实挺让人害怕，但我觉得拍过动作电影的演员应该能克服，所以我有点怀疑你了。杜江哥，那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呢？我是正常勇士。你在里面没有看到别的什么特别的信息吗？什么特别的信息？就是有没有别的他们所谓的任务之类的？没有任务。刚才我坐下来，我故意跟杜江哥聊天，我有跟他聊，我说你们当时拍戏有没有很辛苦，我为了看他真实反应，他在真的回忆问题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朝左上瞟的。杜江哥，你们当时拍红海时累不累？累，比这个累一千倍。我听说你们在那边住了好久。100天。我在非洲待了100多天。但是刚才我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有身份的时候，他是死死盯着我看的。人只有在骗人的时候才会死死盯着一个人看的。张翰这一对我有点难猜。很像翰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奇怪，抛媚眼儿。这位仁兄，我有点怀疑。你看他话非常非常多。张翰从进入集装箱出来以后，他的话语比平时多了10000倍，有没有？就是非常让人生疑。然后他跟你说什么？然后你刚才跟加斯汀，你们俩是视频通话还是？就是视频啊，那个也叫视频通话啊。哎，你知道每一队有两个特工，真的要每个人都做吗？我今天我就不是个男人了，怎么了？哎，你给他们建议是什么身份？就只能用腰力是吗？就这样。我不管谁是与不是，但是我会以自我强大为主，我谁都不信，因为我是孤狼。小银狐，小银狐，拿开你的脏手！哎呀，那你觉得是谁呢？我心里边已经有一个侧重了。啊，真的？你大概给点暗示呗。对啊，就是我，怎么样呢？我其实觉得翰哥不太像，翰哥不太像。我觉得他不太像，因为他一直在找是谁。子毅难道不可疑吗？你看他，没有人怀疑过子毅。子毅哥不可疑，子毅哥在休息室都3指发声了，绝对不是我。子毅，你也玩得太夸张了。子毅，这样吧，我王子毅对天发誓，若是我是潜伏特工。请勇士们依次投票选出疑似特工，获得票数最多的疑似特工将在终极试炼中全程暴露位置。我怀疑张翰、杨迪、杜江。
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第一判断，我想投蓝心姐。我现在最怀疑的两个人是杜江跟乔恩姐。我要投张翰。江江，张翰哥肯定不是。魏大勋的勋怎么写呀、啊？我觉得目前为止我应该基本没什么票数，那我这一票投给王子异，因为我觉得王子异挺厉害的，我想要知道他的定位。江哥提出了好多关于蓝心姐的疑问，但是蓝心姐的回答破绽比较多，所以乔恩姐那队有张翰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把票投给实力相对比较强的那一队，那就是乔恩姐这一队。哇塞，子毅这么高分。子毅，对不起了王子毅。我感觉最怀疑杨迪，但是我觉得呢，把王子毅的位置暴露出来也是没有错的。你们这些人啊，一个一个没人怀疑他。对啊，谁会投他呢？陈乔恩怎么了？我选我最觉得有可能性的，乔恩姐有点像。乔恩姐，对不起了，如果刚才我的分析错了，那我就是大傻瓜。所有勇士请注意，请上期的胜利者决定黄金锅盖的归属。上次我们赢的第一名是我、子毅和乔恩，我们仨。谁拿这个黄金锅盖？我的想法是因为上期我们得的嘛，守护女神，我觉得应该留给女神。给女神。嗯。让乔恩姐选吧。你选一个都行。子毅怎么办？我们两个现在其实你留着吧。好吧，我拿好不好？把杨迪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，我都没有参加讨论。你往前站什么？我听一下。多余、哎、哦。S Pen 在手，布局勾画得心应手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啊。那这一次，我们的出生点在这个地方。天坑，这个地方。OK 本场试炼勇士的获胜条件是正确找出并出局三名潜伏特工，特工想要取得胜利需要出局全部勇士，场上任意两名特工成功接头将发动远程攻击击倒一名勇士，特工与勇士们的终极对决现在开始。王子毅提前五分钟进入试炼场，陈乔恩拥有黄金锅盖，将可随时召唤空投。来呀、啊，走，先找东西吧。先找东西吧，去看这边吧。哎，那里有。陈乔，我这儿有个盔甲，你要吗？我不要。子毅，有盔甲你要吗？来吧，你先武装上吧。现在就先把这个拔了，然后头盔这个线插肩膀就好了。OK， 我再去看看啊，我去那边看看啊。好，这边都搜了吗？搜了。你是不是？我不是。真的，你骗我的话，我把你的鞋子还有包全部都擦一遍哦。终极试炼正式开始。那个也太大了吧！太夸张了吧，这个！哇，这个尔虞我诈的感觉。张翰，你什么意思？给我！哇，好恐怖啊，这种感觉，就是根本不知道是敌是友。
Justin， Hello。谁是潜伏特工啊？就是我，就是我。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我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这一幕早晚他会对我们用上的。好怕，好怕！那走吧，你走我前面。走我们前面？凭什么？说你走前面就走前面？你废话、啊。你们两个都走我前面。所有勇士请注意，所有勇士请注意，十秒钟后将开启黄明昊的隐藏线索，找到黄明昊人情立牌，可获得特工身份信息。我去找找特工的线索，好吧？好、啊。快点，我们去吧，我们去那个地方找吧。走。谁看呢？这个线索，要不然就张兰心看一下。我看。反正不是你。我看完，我选择告诉谁。走，咱们去找线索可以了。我们要一起看。对。赶紧去看吧。对，赶紧去看吧。走吧，去看 Justin 说了什么。希望你能给我带点有营养的东西，我谢谢你。照片哎，你觉得长得像谁？根本看不出来，太小了。这是啥？三张小时候的照片，三位就是特工。这个信息给的好含糊，三张小朋友的照片，眼睛都可大了。眼睛大是不是杜江啊？有一个是女生，两男一女，陈潇或者陈潇，肯定有女生。有没有特别像他的？你使劲想，往上靠都靠不上吗？你知道我多不忍心灭我吗？让你回去休息。你怎么觉得不会是你回去休息呢？张翰，我只要一有机会，我就第一个我就灭了你。发现了一位朋友，责人，你和谁在一起啊？杜老师吗？没有，我出来找线索。责人，责任，责任。你落单了吗？听我的直觉啊，乔云姐吧，应该是。乔云姐已暴露。勇者无畏放肆拍，本节目由开启 AI 智能拍摄新境界的三星手机联合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玩荒野行动带你 C 位出道与 idol 现场终极决战的合作伙伴荒野行动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清润止痒助你勇者之路快人一步的999皮炎平绿色装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国际大品牌能量多到想不到的卡拉宝功能饮料赞助播出。乔云姐已暴露。怎么了？
杜老师他简直是一片光。这个时候让我面对了乔恩，我是没有办法抛弃他，我宁愿暴露我自己，也不可能打自己的队友。如果失去乔恩的话，我和杨迪，我感觉杨迪在那边那个队隐藏得很不好，应该早就已经处在一个很下风的状态了。走走走走走，走，子然，子然，乘胜追击，就是他，就是姐姐。陆家，暴露了，暴露了，怎么回事？子然看到线索了。亲爱的乔恩姐，嘿嘿嘿，杜江哥，恭喜你被我选中成为特工的一员。在接下来的考验中，你要尽可能的让自己所在的队伍失败。为了便于特工相认，我为你们设计了一个确认彼此的口号，口号就是你过来呀。哎，我这暴脾气，这是你们唯一相认的凭证，注意好要隐藏自己哦。我本期的身份是卧底特工。张翰，有种你过来啊！哎呦，我这个暴脾气！我刚刚没爆炸算不错了，我这暴脾气，天哪！杜江，你过来啊，帮我看一看这个紧不紧？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你让我弄这个东西？杜江和乔恩姐已经暴露身份了，他们是卧底。也就是说另外两个队已经确认了，只有我们队还没有出来。那你一定是男的，不是他就是我。还有一张照片是一个小朋友抱着小皮球。小皮球？你从小玩什么长大的？我说实话啊，我是玩什么长大的？小皮球，橡皮筋。小皮球，香蕉梨，马莲开花，二十一二。橡皮筋，我真的会跳。你的位置是暴露，咱们俩不能在这儿等太久。杜老师，你跑吧。我逃没有用啊，两个人在一起才有活路，两个人在一起最起码还能使用技能，只能打。打了呗。看到了没有？他们在这里，先灭张翰跟泽仁，一去我们就使用技能。对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搏一把。搏一把了，我没机会了。搏一把有机会，搏输了就。机会搏一把，搏一把了，我没机会了。来了，远程攻击张翰，远程攻击张翰。过来，远程攻击张翰。张翰被杜江出局，汉哥不见了，可咋办？这还怎么玩啊？好厉害哦，好厉害哦！子恩跑了，来庆祝一下我们的战术成功。杜老师，你对了，现在得回去找子怡哥。谁？泽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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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快来，他来找我们求救的。咱们三个现在他们过来联盟一下好不好？杜江哥再厉害也打不过我们三个了，我们一定要有战术才能打过他们。我是不是嘴角有笑容啊？对，我在笑张翰的命运，和我的身份无关哈。汉哥会恨你的，我告诉你。你怎么还不快去？
你怎么还不快去？不是你啥意思啊？我只是跟你说了两句话，我又没有拿枪指着你，何必呢？因为你质疑我的身份。你俩先别急，先别急，走吧，我们去找子毅哈。子毅和乔恩他们，走吧。走，找子毅。你在我后面走，你在我后面走。杨迪，走走走，往前走。我这一个也不相信，我得做压轴。他们离我们很近，他们在追我们。对。走走。哎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你们看看杜江有多吓人。哎。杨迪就跟他们一伙儿了，三个人。杨迪打你了吗？没打我，他是不是被他们带走了？蓝心、大勋在里面，杨迪还在那儿。对，我们两个打掉他们。对，太可怜了，我们的人。你们在这儿，我让我去，快去，快去！哎，谁？谁？迪哥，陈乔恩他们在那儿，陈乔恩他们在那儿。杜江和陈乔恩，我们现在夹杜江和陈乔恩。你的队友呢？他们在那边。你的队友呢？他们是一起，他们是一伙。干嘛？我一开始有怀疑他，因为当时杜江哥已经我们知道了线索，然后杨迪哥说我们去包抄他们，他那种神情又有点慌那种感觉，自己有点像逃跑那种感觉。我说他干嘛慌呢？我一想。他们两个是一家的，他如果去找他呢，他应该是特工，所以我就回去一个眼神，我就开始打，然后结果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，就开始打他。干嘛？追，前程追击。没办法了，我已经。打他。我没办法，你看着回来，回来，赵老师，回来！不要紧，前面再打一次，我先看好你。我没办法，你看着，我不是，等一下，来了，前面再打一次。我打他了，击倒了，击倒了，张满清被击倒。对不起了，张揽心出局。急救绷带，赶紧撤！走！乔恩，哎！急救目标，头部被击中。头部被击中，老鼠不发威，老鼠不发威，不是老鼠，是老虎，说是老鼠了，好尴尬。撤！杨迪，撤。能量饮料，装备已被使用。你还有包吗？给我一个，拿。急救绷带。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要召唤空投了。把空投拿出来，我们把空投降在靶场怎么样？靶场那边比较空。好，我要使用黄金锅盖召唤空投。落靶场，帮你说一下。陈乔恩使用黄金锅盖召唤空投，
点空投了。空投的，咱们反正这里也可以看到位置，就在对岸。我们这次必须赢，我们要让那们孩子们每个人打到脸色都不好看，我们要他们生气。陈乔恩定点空投已到达位置，风头快点过来。啊，快点空投。现在需要什么？能量包没有了，我的盔甲都被打掉了。哇哇哇哇，这个装备是不是好一点？这个装备是不是好一点？不要，我要我原本的，这个比较轻。把能量包都拿上，就这些了。装起来，装起来。我们要找一个可以防守有力的位置，尽量把敌人的火力缩到最小。廊桥吧，去廊桥。然后我们还要有撤退的后路的地方。廊桥只有两条路，反正他们从这边来，我们就从那边走。好，我们去廊桥。你们觉得呢？走走。他们往这边来了，他们在追我们，就在背后，就在那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跑了，往那儿跑呢。看到了吧？先别打，打不到。走，追，就在背后，快，我们要快点。他现在再去往那个出口那边走，直走一直就到了。走走走，还没有上来，看着点。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劣势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我们三个人之间不能互相扶。哎，是不是在那边啊？在那边。怎么了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击中目标，歼击中，歼击歼击中，往后。目标，小心。被击中，我们先过去。请小心。上去，先冲过去吧。杨迪去哪里了？他往这走。杜江，这样过来，这里这里，左拐左拐。这里这里，这里很好。这里还有一把狙。哇，狙！杜老师，试一下。好，好了。在这边吧，小心上面啊，小心他们钻到屋子里。他们在那个道里。怎么样，子毅 ？OK。好吗？你知道我刚刚有多无助吗？我被张翰还有丁泽仁追着打。是吗？我都绝望了。那我们分开好不好，姐？我们是特工，我们不能分开。你们可以分开。你们可以分开。你别忘了，你们不是同一个队的。子毅，你现在要跑，因为你不是特工。对，你不是特工，你也不是他们队的，你会被他们淘汰的。不要忘了，这个任务不是消灭特工，是消灭对方。对，所有的队伍都要被消灭，所有的队伍都要被消灭。所有勇士请注意，试炼场上突发能量泄漏，找到打卡点成功打卡才能阻止能量泄漏。注意，每个点只能使用一次，没有成功打卡的勇士将直接出局。哇塞，又得去打卡了。去打卡。我知道，我看那个打卡点了。你去那边找那个恢复能量，我去这边找。好。打卡点这边，你去哪？我去找其他的。行。能量泄漏已修复。能量泄漏已修复。打卡喽。谁呀？击中目标，头部被击中。走了走了走了。
他们在那边，他们在那边。刚才这边正好有一个对方的人要过来。我的出生点。我们出生地有一个，那个地方没人。好，一会儿都回上面集合，好吗？好。能量泄漏已修复。能量泄漏已修复。急救绷带。医疗包。警告，能量泄漏。真的跑不动了。警告，能量泄漏。哎呀！警告，能量泄漏。什么情况？在哪里呢？我真的不适合我这种不会看地图的人。不好意思，姐姐。陈乔恩被丁泽仁击倒。啊！坏了，特工击倒还不能救的。哎呀，不应该让他一个人走的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急救绷带，快跑！这谁啊？这是哪位？王子一哥。我。OK。辛苦了，姐，辛苦了。修复了吗？没有修复，我这个。警告，能量泄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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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丁泽仁被击倒。你被击倒了？被毒倒了，然后在这边刷也没刷上。那我可以来救吗？只有同队的能救，只有我能救他。拜拜，泽仁。啊，事实难预料啊。陈乔恩出局，丁泽仁出局。我去打杨迪了，我现在不管别的了，必须让我们队的坏人出局。我回来了，需要支援你喊一声。好。魏大勋能显示我的位置。程潇和子毅也知道我的位置。你怎么样？泄露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，所以我们是三 v 三了，不对，三 v 二。三 v 二，这先把他们淘汰了。对。程潇，他不露脸，他不露脸没法打。程潇。干嘛？干嘛？确定一下是不是你？他不露点，他那楼很难打。我们往前走吗？怎么进那个楼呢？啊，我知道怎么走了。那上头可以走过去。先走。在下面，打算从这儿绕过来了。从哪儿绕？这边。我到你那儿来怎么样？你是人看不见他们了是吗？是的，因为他们唯一的路就是从那边绕。现在我们应该去那边堵，还是在这守？在这守。就是这里。对。关键他也能看见咱们进来了，他们肯定会从这儿来。狙他们，嗯，谁受了这一下就没了。我好希望你打中。来了，没跑没跑，站在外头呢，下来吧。
好远。往前走，这儿太远了。往里走啊。这样，你帮忙掩护，我先冲到桶那儿。程潇，你在这儿等。一二三。小心！命中目标，命中目标，命中。啥 ？Let's go！ 来了来了，小心！你小心，程潇，他们两个人。被击中，请小心。程潇，你躲好。行。程潇怎么又掉起来？感觉打不到，有没有？有手榴弹吗？你们俩能在一起那个吗？合体吗？合体吗？不可以，只能自己。打不完了，朋友们。这个地方很难打完，现在我们在那里打了很久，我们先交战了一会儿，互相掩护，然后一直往前走，也有打到对方一些能量。还有血包吗？我是真的空空如也。大勋，杨迪哥还有多少血？30滴。他们都没了，他们都不超过40滴。这时候我就开始查他们的能量，我看到杜江哥已经不到40%，然后又在查大勋那边不到30%，我们就一直在往前逼，直接冲到前面，上来一个人，大勋哥他的前面两个罐子是这样的，我冲过去的时候不足以挡到我们两个，他特别聪明，他把倒了那个油罐他横过来，再另一个。那边已经一空，两个油罐就这样挡住了两个人。程潇，小心！我们就正好从两个箱子两边这样去开枪。击中目标，头部被击中。击中目标，被击中，你被击倒。哎呀，我没了，我没了。杨迪被程潇击倒。上，你冲。杜江被程潇击倒，没了，我们俩都没了。哒哒哒，这边出局，然后那边出局，就是那一下把他们俩击倒了，一个特别漂亮的配合。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哦，杜江哥，杜江哥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了，特工。第一次坚持到了最后，取得了胜利，其实心情还是蛮好的。因为来这个节目，怎么能不赢一次呢？对不对？程潇老师，我觉得他很有实力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赢。我希望能够给他带来一点幸运，能够帮助他最后取得胜利。你往后，程潇，小心。子怡是一个前锋的担当，对，他总是冲在前线。程潇，你在这儿等着。程潇，你躲好。行，还是蛮有安全感的一个搭档。耶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就今天我第一次想要这么认真去好好玩一次。其实你从昨天晚上就很认真了。我现在这边要严重的提出一个抗议。抗什么议？张翰昨天晚上打给杜江，打给我。我打给乔恩，乔恩没接电话，打给杜江呢。我说老杜，咱俩今天以是不是男人发誓？我的天哪！
吓死了，打电话我不敢接，说我们不在群里聊天吗？我说我现在千万不能在群里讲出一句话，他就会说你为什么不接电话。但是最有趣的是大家在群里聊天，这个时候我正在和陈乔恩通电话，我说张翰刚给我来20分钟的电话，然后我一边通电话一边切出去在群里和大家聊天，假装我没有和陈乔恩通电话。不仅在节目中，生活中我们要做好特工这个身份，因为有张翰这种人太较真了，太害怕了，真的还好大招用到他身上了。哎，你知道当时他俩一喊那个的时候，我突然间觉得上面有个卫星，马上有一道激光要下来给我劈死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一瞬间生气吗，张翰？就我绝望，你知道吗？那种绝望的感觉，因为咱玩到现在没有这个技能。翰哥超级入戏，真的。因为他是普通的玩家，他可以非常坦诚的说。但你没有怀疑我是吧？他知道是我，因为在你给我打电话之前，我们已经对过暗号。你没有发现我们的暗号是什么？我这个暗号还和子毅对过一次，然后他没有接我的茬。子毅，你想想，我接水的时候和你说的话，有一个很莫名其妙跟你说了一句话，帮我弄紧一点，是不是？帮我弄紧。弄紧一点的前一句我说了个什么？子毅，你过来啊，过来，你过来啊。我们三个在一直在想办法丢这句话出来，看谁接得到。最好笑的是在跳马的时候，我这样，张翰，你先过来啊。然后杜老师在那边这样，然后只有我看得到，因为他眼见他这样。我当时没有注意你说了这句话。对，他就说，嘿，我这个暴脾气，对，我莫名其妙的接了这句。我就想说他怎么会接这一句，因为接的那一句是黑我这个暴脾气。对，他这个招是很高的，因为他明知道不是你，他先叫我的名字，叫你的名字，他明知道不是你，他其实是喊给其他人特工听的。特工听的，哎，这有意思。哇，我们现在要恭喜一下潇潇还有子毅，成功了，成功拿到第一名，第一次在这个节目得到第一名，然后要非常谢谢子毅了。首先他今天真的就是超棒。一开始其实我觉得这场是最难的一场，因为一开始我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，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。其实到后面有一刻，我觉得是这个也是保了我一条命，就是你们在出局张翰哥的时候，他是看不到的，因为你们抓我是好抓的，因为能看到我，所以出局他其实这个可能是帮我保了一点命。来，金锅盖，来来来，快去拿你们的，潇潇。黄金锅盖了，希望下一期的技能好一点，因为我们三星 Note 9遥控拍照功能，把背景模糊拍出那种大片一样的效果啊！来，我要拍出一张背景模糊的大片效果，来，3、2、1，勇敢的世界永无止境。我们是从勇敢学院归来的勇士们。哦，好好玩哦 ！Nice！ 我的天啊！绿队，可以联手打红队了！打红队！来了，准备！打红队！红队！红队，但他今天绝对不是我唯一的身份，我要变出很多个身份来。你是什么颜色？绿色吧，应该。我们应该是一队的吧 ？Justin， 你是什么颜色？我是蓝色。哥，你是蓝色吧？我是。但是你就这么快你就把颜色告诉别人了？我不是蓝色，我也不是蓝色。在干嘛呀？什么颜色？击中目标。太好了，和加斯一队。我把他们将哥引到这个你们的门口，我们需要包围你了。
然后来了，然后我们在后面保，你们在前面保 ，OK？ 我们在外面放几枪黑枪，然后我们就发语音说江哥背叛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发语音说我们要跟汉哥结盟，然后让汉哥冲出来 ，OK？ 小骗子，枉我一世英名被他蒙在鼓里，只剩我一个人了。现在我不能两边都得罪，所以一定要去和其中一位结盟。为师生气啦！新浪娱乐、新浪新闻客户端、QQ 兴趣部落、QQ 看点、WiFi 万能钥匙、一点资讯、Zucker、趣头条、第一视频。